很矮。我想问一下，就是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有没有特别欣赏就是 A B 界其他女生，或是觉得谁比较漂亮？就一定要选一个，一定要选一个。同じメーカーの今回の D S E にもいる鈴村愛理さんがもうずっと憧れです。听说你三年冠军是不是？第一名哦，对啊，很嚣张哦。啊，对啊。啊，其他人就是有没有嫉妒你？不知道。不要再问这种问题，等下被打。这可以看吗？这可以看吗？我是可以把你不要被黄掉。可以转过来哈。后面还好，后面偏无聊。屁啦，这叫无聊。哎，那你比较有聊。超无聊，我超无聊。哎，来黄标。把频道弄不见。把频道弄不见，快点。不行，我不能变成灰。我问你啊，就是你不要看脸，你最喜欢哪一套？看到人了。你最喜欢哪一套衣服？我跟你讲，硬要选。可以，我可以现场看。你真的要哦？真的要啊，我不要。因为你如果不要的话，我还可以拿去卖钱。欢迎我们的伊森哥。错出来了吧？错出来了。错出来了。因为我想访问一下，以你专业的角度，你觉得这六本哪个封面会大卖？我会选这个。真的假的啦？这样。为什么？原因是什么？这个有漏韵。我看错吗？没有这个漏韵啊。这个只是阴影而已。伊森哥问一下，那如果单论颜值呢？两个都给一个。两个都给，因为他是专业的那个 JK 服经纪，所以他可以看最准。对，看最准。哎，你在这边工作多久？他是啾啾的助理。不，我会不会问错人？不会啊，不会啊。我想要就是你以男生的角度，你来帮我看一下这六本写真，你觉得哪一套衣服最好看，跟动作最好看，然后你会花钱买走？好。比较香，不要那样做效果。对，你认真的，哪一件衣服啊？我男生一定选没有穿衣服、穿最少的。为什么？因为我想看啊。那哪一个穿最少？就是那个啊。你选他，你就要买哦。哎，就这样，如果你选，你就要买。哎，你说我就要买哦。那如果你选别人更贵，因为零箱可能要一千多块。那我买这个。帮我贴贴纸。这个是构图吗？那颜值你要选。就你最喜欢哪一个？每天在看，我要选不出来。所以问他，因为他已经。直接伤害人。对，你什么时候开始？他是每天都看我，叫我选一个。他每天都看第一名，还要看这些倒数的吗？哎喂！哎，对啊。投给人气。好，谢谢你。好，谢谢。好，等一下790跟他结账。This girl is her. Ah. And she's really nice. Come here inside. She's really nice. Yeah. Ah, wow. Oh, so sexy. Sawadika. 可以跟观众自我介绍。你好，我是 Yulika。他可以帮我选择这六个年历哪一个最好看？这个。兔兔。为什么？他觉得就是很可爱。可以帮我问一下，他最喜欢哪一个女生的脸吗？颜值？哦，是这样，跟胸那大，跟很丑，跟脸还好，就这两个。他喜欢可爱型的。你说什么？一分钟男友。一分钟男友是？你要体验吗？可以吗？我可以吗？那你自己带机子进去哦。那我要这个吗？会不会用奶洗脸吧 ？OK OK。多花一票。啊，你不要理他，哎，他的女儿。
先不跟他说。两个，然后这是李多慧，然后那个是林湛。好的，我现在很紧张，因为这个女优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又很性感，然后现在超冷的，因为我刚刚看到她背后整个就是贴很多个。你可以快一点吗？人家已经等很久了。好，我们直接欢迎雷姆。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森林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哇！那我们要不要先宣传一下她这次的活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鈴森レムです。私の TSE 独占プライベート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てみませんか？アジアで最も素晴らしい IP イベント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JK フェスには台湾に一番多いセクシー応援イベントがあります。好，那我现在来访问一下 Nemu 了，想问一下这是第几次来台湾？三次。第三次？三次。所以每次都是来活动工作？啊，イベントで3回で、プライベートでは来たことないです、まだ。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台湾のイメージはなんかとにかく人がみんな温かいのと、ご飯が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有没有特别欣赏就是 AV 界其他女生，或是觉得谁比较漂亮？就一定要选一个，一定要选一个。同じメーカーの今回の TSE にもいる鈴村愛理さんがもうずっと憧れです。因为女生比较少知道那个女优有谁，然后我上次有访问过桃乃木跟小小虎男，然后这次也很开心可以访问到短发的内木。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子很厉害，是就是他就跟其他女优不太一样，就是走短发路线的。他自己会想留长吗？嗯，でもやっぱり私のファンの人たちもみんなボブ。このショートが好きなんで、何かのイベントがあった時にはロングにしたい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とりあえずはこの髪型が一番好きです。好，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好了。这个是刚刚雷姆说他有看过林香，在日本也很红，哎，めちゃくちゃ有名的，非常有名。那你觉得他适合出道吗？可以，可以了。然后这是第二个兔兔，感觉如何？这种的，哎，まず綺麗。好啊，这是厨师，然后下面这个就是一般的泳装，然后这个是比较性感的蕾丝睡衣，然后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很流行啦啦队。然后他是现在最红的韩国啦啦队。那如果第一直觉的话，这六个他会觉得哪一套跟哪一个封面他最喜欢？でもなんか知ってたのが、他会不会选择穿最多？就林香哎，就林香哎。だったんで、因为他ちょっと気になります。是因为认识吗？他认识对。哦。那我跟他讲答案哦。我说哎，这是我。还说这是。どれですか？那我是不是适合出道了？哎，もう全然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いし綺麗だし。所以我比较适合 AKB I want you。啊，不一定。那种。耶，阿里阿多，阿里阿多。公布答案，噔噔，林香三个，然后雅涵一个，我等一下看一下，乃希一个，然后紫菱四个，多慧三个。你十七啦，我刚算了。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因为你人在现场，對啊、人气票很多啦。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但紫菱蛮厉害的，因为这个动作是男生会喜欢的，然后多慧也是，因为多慧清纯的样子在球场上。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